DNP的是100个队呀、啊，主要是负责这个社区的核酸采样。我们浦东、虹口、黄浦、杨浦、闵行啊，都去了。我们是往返于这个浙江、上海。我们驻地是在长兴，每天是往返340公里。我们主要是安吉县。各个卫健局旗下的各个医院组成的一个15人团队，加上我们这里第一批的老那个湖州中医院的5位有老队员，跟我们一起合作。第二批的话，我们是从4月23号开始。